完了完了，房东打我电话了，他要把我，他要让我卷起我的那个什么铺盖，把我踢出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由于明某晚上直播时声音太大，被邻居投诉，昨晚房东又打来电话警告，明某哥不得不小声直播，显得唯唯诺诺。一楼，新那个吗？一楼，好吧，换那个吗？换那个吗？啊，我是四二幺，四一幺的表弟。太低调了呀，蛋总，我真想笑，但我现在玩那么厉害。啊，没有，才靠你带黑呀、啊，带把我撑出市场的。我带黑，我靠，你要不掉那盾山，我都玩不了的。拿这里，兄弟，拿这里。拿，我分钟满了。要是这个三楼是在我这里播，我这我单排，知道吗？单排。就被赶出去了。就在明某被房东禁言后，系统却将桑杰和致命换蛋安排进来。鲁迅曾说：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”桑杰绝对在我上路，百分之百。那这马超故意卡着线，哎，想勾引我过去新兵，我可能上当吗？啊？说在这里，有种把我越了，发起进攻。啊，这直接开机跑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呢？干嘛呢？你想干嘛呢？真是爽啊！闯祸。这下声音没有很大声吧？啊，应该没有吵到邻居吧？这下应该没有很大声吧？这下，注意进场时机。三点，很爽的感觉。没二技了吗？他有二技吗？刘杰，蛋哥有二技吗？没二技，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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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着刀破门而入，有点素质行不行？能不能小点？你给我完美配合我，能不能像我一样有点素质？啊，那我一直看，我一直。他知道我在这，我操！没事，我不然都搬起，明明跟着刀锋把明哥，我来卡他们的位置了，收完全这一波，这种了，我们上台吧，太吵了。我给你们压装，兄弟，我先带一波。取其手机，马上没几把，兄弟，马上没几把，不用慌，马上没几把，还有三十秒才。没拿是吧？几乎拉到了。啊，哎，一米二，记住这条秘籍啊，兄弟们！发起进攻！很好，没大，穿越两点三，死亡一刀斩！我觉得你能走吗？别打！快点！说话呀，哥，他常常国富乱，他男子汉怎么不好意思开麦呀，哥？欲获得强化，获得强化，不敢试，一切尽量不严重，懂吧？一切尽量不严重，他可能会觉得，哎，我是跟你开玩笑，懂吧？但是我不开玩笑的，懂吧？我不开玩笑的。5235别墅。九且真相。别慌，大哥来了，别慌，技能不全，撤退。哎呦我操，你不跳啊，那要是跳他就死了，知道吗？我这个是预判斩，
按无退啊。技能不全，撤退。还安全吗？这里在直播间，在直播间。貌似一波了，貌似。波了吗？一个虞姬没鸟用的。应该能一波的。大雷发现了，大雷连连连连，大雷就大雷，大雷就搞错家了，大雷我大雷。他真帅。好。渡劫了，渡劫了，要渡劫了。还差十五分，1900。何必辨认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？享受比思考更容易，